老铁们，我看那个香飘飘那个事儿了啊，干死日本鬼子没毛病啊。这个本来就是嘛，你日本国土不到这个0.1%，然后那个污染了70%的海洋，那、不找死的行为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就是消灭日本鬼子是每一个中国人啊应该有的出厂设置，是每一个地球人应该做的，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觉悟，听明白没？既阐述了事实，又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啊，特别特别正确啊！那香飘飘肯定比他那个要安全的多呀，那也是属于拯救日本人民了啊！要不你喝你自己那个核污水啥的，那不得得病吗？不得早死吗？所以说喝香飘飘是好事啊。然后那个马上那个香飘飘领导层的董事长啥的，咔咔就奖励这个那个什么了啊，这个管理人员员工做的特别正确，正能量啊。所以说过两天我也买香飘飘喝一喝，号召大家支持这家企业啊，绝对是这个好的良心企业，首先是良心企业，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啊，坚决要跟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，消灭日本鬼子，听明白没？所以说支持，好样的。